容容易起泡积财膨胀膨胀膨胀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他会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好，所以他可以去参加这个证照班。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提升。我们用证照班的方式去收集一些资讯，坊间的教材或者是特教老师那边的训练方式，转化为我们自己基金会里面适用于我们汉人的。未来基金会上班的汉人都有一定特质，他可能都是愿意工作的，也对所谓的服务有兴趣的。因为我们基金会的服务汉人部分就是在于门市训练跟烘焙，所以今年的门市来说，其实又多了10个新人，所以其实是有那个吸引效果的。旧生虽然没考过，但是先又吸引了一批新生，前仆后继的又往前冲。我们希望这些经验能够让后面的汉人可以更有效率的做学习。